娱乐圈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地方，都是一个圈子里面的，很多明星都会打感情牌，像前一段时间出道名气不小的范丞丞，不过自己的才华占据很大部分的因素，其次就是机会了，所以范丞丞还是很幸运的，这是打感情牌的一种，其次就是掺杂一些个人的情感，这就很复杂了，不过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，所以都很难说，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吃瓜群众也要选择性的听取。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火的综艺节目《我就是演员》就多次被点名，作为导师的章子怡也是众人议论的焦点，他公开质问张一山懂不懂戏，此话一出很多网友就不淡定了。《我就是演员》开播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张国立担任推荐人，章子怡、薛征、吴秀波担任常驻演技导师，节目以演技为视角，演员们进行演技对决，凭实力获得大导演认可，与导师在影视化里切磋演技。作为一档新型的综艺节目，这种明星之间的对决还是很受观众喜爱的，很多演技受质疑的明星也会来此证明自己。近期有网友爆料章子怡的种种令人不适的言语，说话十分大胆，让人意外，公然质问张一山你懂不懂戏，这句话问的真的很大胆，也问得张一山十分尴尬，但是面对如此不懂礼貌的问题，张一山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回道，我最起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。面对如此不留情面的回答，网友们纷纷点赞力挺，能够在我就是演员里面当导师，那都是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一定的话语权和地位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导师和演员之间还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摩擦和问题，毕竟每个人对演技和表演的定义是不同的，所以当双方产生分歧时就容易有争论，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。章子怡在影视界的地位也是十分强大的，也得到很多人的认可，之后再嫁给了歌坛界响当当的汪峰，名声大振，身价也是相当之高，薛征也多次获得影帝的头衔，吴秀波为演艺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其实在这之前，演员的诞生也备受争议过，袁立去了一次后因为没有晋级，就说出了其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规则，例如乱剪切表演内容，不尊重演员等等。当然袁立最气愤的是当时导演把自己剪切的像个疯子，按袁立性格肯定不会忍气吞声的，但是这件事最后也不了了之，所以这次章子怡又质问张一山，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度不适，毕竟张一山的演技还是有目共睹的，而且从家有儿女就可以看得出来张一山的演技并不差。其实章子怡对其他演员的点评都不是很客气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，例如他曾经点评张馨予的半生缘，说了句生活中已经拨云见日，但是舞台上拨云见日还需要一段距离，可谓是话里有话，简而言之就是演技不到家，看青子出演的哪一期。在最后的点评阶段，徐峥认为看青子表演得很完美，代入感很强，但是章子怡却认为没有新意，也许这就是章子怡的耿直之处，该怎样就怎样，也不会留情面，而且都是一个圈子里面的就容易招仇恨，但是章子怡也不会在乎那么多，做自己就好了。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章子怡的呢？